等等吧，我对你已经彻底死心了。我要送你辆宝马。大地人，七夕节快乐！我们什么时候去提车啊？什么时候可以啊？怎么了？我喝的有点多了，等一下帮我把车送回去吧。好，没问题。车钥匙在我朋友那。哦，我朋友啊，绝对不是蕾丝边。我听格罗尔说，车钥匙在你这。宝马是吧？我们明天再马上。我朋友有点事，我们明天再说。那我就自己拿了。美女，今晚有人。我就是啊。